大林，给你200块，给我要上珠子出来呗。我看一下。可以啊，哪里来的料子？今天早上市场买的呀。哟，现在都开始为自己市场买料了。那不是你教的好吗？花了多少买的？花了2000。2000倒是买的不贵。你这样吧，你这料子也别做珠子了，我直接给你加500块，2500卖给我，行吗？500太少了吧，再加一点呗。行了，你就找个料子。你要自己加工的话，你是不是还得加工费？你都不一定挣得了500块。你交给我的话，后续加工啊什么你都不用管。考虑一下。嗯，行吧，给你了，来，宝马。转过去了啊，看一下。嗯，收到了。那现在这料子是我的了吧？嗯，是你的了。来，把镜头挪过来看一下。跟了我这么久，还天天只会压珠子压珠子。看一下这个料子啊，虽然现在毛坯在板料上还是不太好看的，但是这个料子它其实非常有特点。你看它上面这一层，咱们打灯的时候全部都是这种湖水绿的。如果在这里套一个手镯的话，做出来就是那种半山半水的。你等一下啊，画个圈给你看。看一下是不是还是个大圈口，60以下全部都可以做。那你这手镯压出来不得5000-6000，你再给我2500。那没办法呀，你自己经验不够嘛，而且料子我钱也付给你了，买定离手。你等我的料子压出来给你看一下起货怎么样。Later。哎呀，加工出来了啊，得亏没做珠子。你看这种特色的手镯，它做出来就是有意思，半山半水半云烟，半醉半醒半人间，一半山川湖海，一半家长里短。就这种小手镯往手上一戴，这不得轻轻松松卖它个7000-8000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先拿市场卖去了，你回去吧啊。